大家好，我是十三。哇，最近忙到都差点忘了要到圣诞节了。现在这个圣诞夜，赶快临时抱佛脚。哎，这个圣诞树呢，是我女儿跟我老婆布置的，就拿出来用一下吧。你也知道，上次呢，哇，拿到很多改装品，对不对？这次狮子大开口，嘿嘿，可能会要更多东西。好啦，一个，两个。对啊，好歹也要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就看今天晚上怎么样了。我就知道他会来。哇，不是吧？这么多东西，哇 ，OK， 先拆这个，先拆这个。天哪，我真的是赚到了！咦？哇 ！The Quick Bonds， 之前摔车的时候不是刮到了吗？现在刚好在换。不同的分离式手把，很好。还有什么？咦？嗯？怎样？这不是我的啊？这些是？为什么？OK， 很明显，不是只有我许愿。啊，那这。这一定是我的了，哇，太漂亮了！果然 ，WR 就是这样才烧包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轮胎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包的真的很丑，怎么包成这样子？来看一下。新成员，怎样？这不是只是轮胎吧？哦，越野胎跟越野框，太棒了！这是后轮的话，那这就一定是前轮啦。哈哈哈！啊，那现在这台车可以跑赛道，又可以跑土路，太棒了！啊，这边先收一下。因为最重要的新成员其实是在后面，来，我先把车移开。最重要的新成员就是这个，没错，我现在是两个女儿的爸爸啦，是超开心的，是我收过最好的圣诞节礼物了啊！最近啊，跟老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在睡觉，所以我们先去休息啦。那在这边，请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喽，拜拜。